我妈说就没有人比我更会占便宜了。这两个碗、两个勺子哈，在超市都得卖好几十了。现在这四件套一起才个位数，而且你看上面的这个小星星的图案呢，应该没有哪个女生能拒绝得了。虽然便宜哈，但质量这一块呢是真的好，还是陶瓷的质地，是这种釉下彩的工艺哈，加厚防烫手的，拿在手里都是沉甸甸的，很有分量。而且呢，平时你拿它进微波炉啊和烤箱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就这个大小哈，用它盛点饭、装点水果都是可以的。关键是这个颜值，用它吃饭都感觉变得更香了。